他想要跟我们报告现在 Hope for Japan 就是日本的公民科技社群的现况，还有今年他们的今年他们的 summit， 今年他们的对，像是我们有 summit， 他们也有 summit， 然后今年的 summit 的主题是 Spark Joy， 就是这个怦然心动，对，好，那哈鲁桑就是今天稍早特别录了一个影片，然后想要跟我们播放一下，然后应该可以直接，好，看看哦，好，果然就是。好，在今天那个 spreadsheet 这边有一个他哈鲁桑刚刚用的那个 presentation， 大家可以进来看。
那是9月28、29在千叶市，在东京的旁边。对，然后我们去年有去几位 GDB 的朋友，然后我们去年有present， 然后有看到日本人，他们不只是全国有一个社群，他们很多地方城市都有公民所谓的公民科技社群，然后做很多跟地方在地理有关的事情，非常的 exciting。然后他们当在 summit 的时候会有英文和中文的翻即时的那个字幕翻译，所以你大概可以知道他在讲什么。对，所以那就代替 House 上，就是邀请大家可以一起在那个今年的9月到千叶去看看他们。好，那下一位是Common Voice Urban。